TVB 从来都未试过用外来剧集做台庆剧，但系准备接棒香港人在北京嘅系《谍影追击》呢一套，系由环亚同内地优酷合拍嘅中港剧集。TVB 亦都冇份参与制作，能够成为台庆剧嘅原因，首先剧集有大量前 TVB 嘅演员，第二系同环亚合作有曾经取得成功，上年播出嘅《家族荣耀》大获好评。第三个原因就纯属猜测，黄宗泽做咗当年嘅亲生仔，一直都未能够攞到视帝，而佢入内地打拼之后，身价就今非昔比。今次随时顺理成章颁个视帝俾佢，希望将来合作陆续有嚟啊！